真的好可爱。偷跑。哎，他今天出门说他要认真，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明白这件事情。今天是12号，还有3天就是坦坦2岁的生日。来，加油坦，真的很不错。我很多3岁的孩子不一定可以这样子摸，尤其是他们上课的时候。坦坦，那个，坦坦，啊，超过5分钟了。